台南的大南门城已经有要挖300栋的历史，在工部局在处理边啊树坏时阵，煞无细腻去损害到大南门城正平的壁面，所以即马文化局加一个建筑师是赶紧去会勘来讨论后手的修理工课。台南市工部局的工作人员一透早就伫个南门公园内面，将旧落来的南洋山摘走。不过，这个工作人员22号伫个移除70两坪的南洋山的时阵，吊挂时阵无细腻，造成大南门城壁顶管的质地损害，变成一道明显的缺口。这是台湾的国定古迹，有这个400年哦，8个人来做个锯个树，把那个古迹搞掉了，你敢像话吗？你市政府有来要监督一下。南门公园那边原本有20几丛真高的南洋杉，但是随着风台季节来临，台南市干部局是考量市民使用南门公园的安全，委托专业的团队对树木来检查，发现有70两坪，因此赶伫个风台季节头前来移除，但是煞无细腻损害城墙。台南市文化局以及文化部文资局嘛紧急到现场来会勘。那初步就一个复原的一个部分，的一个工作判断，技术上并不难，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带文资局礼拜三来现勘之后，来尽速启动相关的一些修复的一个程序。台南府城大南门以及的瓮城是属于固定古迹，台湾府城城门以及的残迹一部分，过去曾经因为战火和天灾，是乎城楼和城门毁损。台南市政府分别在1977年以及2000年进行重建和修复工程，这次时间的过程当中，无细腻损坏古迹，这里的厘清部分，都要等待文资局厘清事故原因和救治。依根据文资法103条规定，损害古迹会当处50万以上2000万以下的罚金，并且会当处6个月以上5栋以下的有期徒刑。记者王正宏报道。